2021年《王者荣耀》KPO 年度评选引发争议，这次年度最佳对抗路颁发给了 E-Star 坦然。武汉 E-Star Pro 坦然，但是却引发了 TTG 青青的不满。青青发文称：“我真的想笑，直接冲上热搜第一。”